是不是好？至少里面的人让我们，就是这么多人来关心社会，这算是以后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。刚刚听到很多人讲说，为什么我们不在家里好好读书？为什么我们不在学校好好念书？就是如果我们只顾着想要提升自己的竞争力，只关心自己，不关心人民，那我们以后就会变成现在的政府，就跟他们一模一样。好，那我现在需要感谢就是每位志工朋友，因为他们都是自愿来帮忙，然后我觉得我们就是他们在当我们在为我服务的时候，需要跟他们说一声你们辛苦了，这样子其实就对他们是很大回报，而且我觉得大家如果都是参加志工的团队，这样子会更有秩序，而且我们现在越来越多人，因为连你我都已经到了，那还有谁不会到的呢？好，那我现在想跟大家讲一下，小时候听老师说，他们的小时候作文要写说，我们要赶快解救大陆水深火热的同胞。为什么现在没有这种题目呢？因为他们连我们2300万的人都管不好了，凭什么统治3亿的人？大陆的人敢开放民主吗？他们不敢，因为就算现在已经有陆生的同学就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政府已经非常腐败，如果他们民主的话呢，一定会被推翻掉。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的政府觉得说，民主很难做事情，只有慢慢走向专制。媒体对不同的人洗脑，黑箱腐化，完全忽略人民的声音。我们现在就算人家认为我们是少数人，但是只要越多人参与，我们就会变成多数人。聪明的人，我们要靠自己，就不用靠无能的政府，因为聪明的人民就是政府。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把时间还给长辈，把时间还给长辈。我们这边排练一下，我们这边还有动物伴牛一起去啊。就是刚才是不是有一位王小姐？那我们欢迎王小姐。各位同学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，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一刻，因为十多年前我也是在这边。我想为下一代静坐，那包括和氏还有一些教改的女婿，我以为我的努力应该可以让大家过得更舒服、更幸福，可是没想到十多年来后，大家的幸福被剥夺了。我上个月还在一个轻松的一个集团工作，在17号的时候，我们的总套，我特别为了那个总套布置了3个小时，就是我国台办的就是人员，那我在里面布置的非常久。我们集团的总裁，他是来往两岸的朋友，那可能这一次在媒体中我被抹黑的一些情形，就是出自于他们。我也没意思，那我现在是在别的饭店工作，我为什么会讲这些话呢？因为包括您一些人寿建设公司的人员，那有很多低阶的，他是由我们这些二度就业的父母在支持。可是我们很急迫的缺工，为什么还一直开着饭店？他们一直认为大陆那边的人会一直过来观光，这个生意是做不完的。那我们这边可能在工作上面没有衔接的话，我知道会有那样子的一个进行，就是整批整批的到劳工会来挤在我们这边放二度就业的，我真的很舍不得。如果大家为了要求比较多的高薪，跑去澳洲养牛杀猪，为了就是说离开22K 的薪水，离开这么可爱的土地，那我们这些中高龄妇女一投入职场也被取代了，这是为什么？这就是福报所带来的后遗症。我的女儿说，她一定会过来，请我今天先帮她来，她会跟大家一起奋斗。
他现在是大师，他也为了他的未来担忧。那我也想请各位同学，真的要奋斗，因为我已经奋斗了十几年，我也在这边进步，还跟郑茂抢场，拿着水枪在那边过招。我以为那都是历史，可是没想到，现在你们要为了自己的幸福在奋斗，在这边给大家加油。